口罩令已经取消，但是街上都有不少市民选择继续戴口罩，原因包括是防疫等。有个男仔在讨论区以第一日不用戴口罩的所见所闻发文，力数戴口罩的人三大罪状，还说根本成班失败者，说今日仍然戴口罩的人只有三个原因，一是真的好样衰，一是你自信心好低，一是你咁啱病。这个 post 引来了大批网民不满，反驳说关他什么事，不戴口罩都打这么多东西。都有网民认同楼主的讲法，说那班戴口罩防疫的成班都是东亚病夫。另外有网民分析，戴口罩除了是防疫需要，也都可能是因为家里有太多存货，或者公司要求员工戴口罩上班。